我们很想要陪你们，但是我们真的都得快迟到。原本就有排定工作了，对啊，工作啊。得奖的话就是我们老板。会是你女朋友帮你吗？还是你女朋友打扮的吗？帮我们三个打扮的。真的吗？我们叫表演高铁快迟到了。对啊。真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要走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很想要陪你们，但是我们真的高铁快迟到了。好。今天我们就走一个比较安全的黑色系。说珍珠的部分吗？就想说，对于我们最初的音乐，也是真心如初，真爱如初这样。我刚想到的，我们那时候听到其实入围的时候就很开心了，因为这张专辑其实蛮努力去做的。那如果有入围的话，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很开心了。